走路姿势都很这么普通。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买点点吧。为什么不买？真的没有。哼，不过我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啊？你这个人就是平凡到很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不知道那家店有没有卖平凡，你可以去买平凡呢、啊，平凡真的非常适合你。你们知道人体的极限究竟在哪里吗？科学家们说啊，人体速度最大的极限是每小时43.6公里，也就是100公尺最快只能跑9.6秒。超过这个速度所产生的力道啊，会大到足以撕裂肌腱。但是现在却有100公尺只跑9.58秒的闪电波特，哎，还有啊，如果人的体温低于摄氏24度的话，心脏就会停。但是现在却有人能够低于13.7度的体温还不会死，你们能相信吗？一个173公分的人，既然能穿过直径30公分的铁环，那么人体可以弯曲到的最大程度是多少？我们请最认真的怡君同学起来说说看好了。不是你啦，你拿什么？订饮料单？不只有我。我要一杯真奶。那甜度冰块。上课就上课，订什么饮料？莫名其妙。这位同学，你又在干嘛？你在画画？不是在画，我就收起来。受不了，没有人要听我上课。算了，等我把人体极限都研究出来啊。就再也没有看见你们这些臭小鬼了。学长，我不可以说出来了，是不可以这样讲了。为什么不行？你看那个说什么怡君、海君乙的其他人，有在听我上课吗？现在那个杂货店的臭老太婆卖这东西给我们，也不说说兑现日期，害我还要这边帮个糟老头代课。现在还在上课，不可以这样讲教授了。上什么课啊？老子不想上了啦。那几点？反正也快下课了，你们就自习吧。东西借拿。那我们等一下来订晚餐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学长，那你要喝什么？终于下课了。
谁的作文啊？我的梦想，这种老掉牙的题目，这种都要写到大学。小雀，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啊？我的梦想，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吧。我的梦想当然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下我的足迹啊。人啊，总是要跨出舒适圈，到处闯一闯吧。想象一下，沐浴在南法阳光下，那么优雅，那么平和。猛男呢？如果我有幸可以在北极看到美丽的极光，什么烦恼都可以变成这么小了。去北极呀、啊！更何况台湾这么小，我可不想把自己局限在这里。哎，维君。维君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嘞？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哦，就顺其自然吧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哎，奇怪了，点点嘞？你没有在那里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哦？没有哎，因为我还不太确定我想要买什么啦。那可欣你嘞？你的梦想是什么啊？谁不知道蔡可欣最大的梦想就是……我的梦想就是啊，要找到我的真命天子。不是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。我就知道，哎，那旁边那位怎么样？要告白要快点哦，不然就要毕业了。对耶，小雀。一句，帮我想想办法啦。哎，你拿走我东西做什么？快还给我！我就是看它掉在地上，所以把它捡起来的、啊。捡起来！捡起来，然后呢？你们拿着它说三道四做什么啊？你们这些成天在教室后面叽叽喳喳的三姑六婆，都是我的梦想吗？谁是三姑六婆？谁在说三道四啊？小君，你真莫名其妙哎！功课好了不起吗？当班了不起了是不是？你不要以为贴了个点就会不一样了，有的东西就是改变不了的。如果要变得像你一样这种垃圾点点，我还真的不要。小雀。Thank you.
房子吗？阿姨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不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空房，不然你们就住下吧。我觉得这里好像不错哎，不然我们就住这好了。我想要说的全人们，小猫咪，阿奇，哦，是我眼花了吗？他妈的，你走路不看路啊？嗯，小猫呢？什么小猫？我都叠成这样，你还小猫？对不起，你干嘛这么凶啊？小事啊，没有关系啊，走吧，对不起哦。哎呦，阿奇，你还好吧？现在什么鸟日子啊！我没事，不用你管。啊，阿奇，我跟你说哦，那只小黑猫、哦……我不想听，我不在乎你和你的小猫怎么了。睁大眼睛看看这个世界，好不好？啊，哎呦，阿奇，啊，对，你上次不是说你有想要的东西吗？想要什么？听说那个什么？不凡杂货店里面都有卖啊，而且听说那家店的老板娘很有高逼人呢。哎呀，走啦，阿姨带你去买。不凡杂货店，说到这家店我就一肚子火了，我走了。哦，阿奇，现在天气变冷了，要记得多穿一件呢。Order joint。360度。学长，学长，你看那里有一只猫哎，好可爱的猫哦！你看，就一只猫。啊？你看，忘记我刚才想什么了啦。哦，就是这里，时光公寓。你们要住在这里吗？哎，研究生就这点钱，害我只能住这种破房子。走吧。不好，我等一下就要出门了。每次遇到房东阿姨，都要听她唠叨好久哦。好是好，只是小雀的那一份还没给我耶。啊，他又没有汇给你啦？是啊。肯定是到处旅行，又把钱花光了吧？不看，我们就先帮他付吧。我相信他一定会还钱的。嗯。也只能这样啦。阿姨，房租在这里。还有那只爱到处流浪的小绿猫，哦，
最近脾气变得特别古怪，整天跑来跑去，也不知道在做什么。这群猫咪吼，整天跑来跑去就算了，还把家里给我抓得到处都是，好像怕别人不知道它们存在一样。只剩下那只怕人的小黑猫在家里陪我。可是啊，每次一靠近它哦，就会受伤哎。你看，这它昨天抓的。还有啊，我养了好多年的那一只乌龟，竟然走失了。奇怪，养这么久还没看它乱跑过。它可能待进鱼缸了，想去外面探探险吧。外面有什么好？爬得这么慢，要不了多久就会饿死了啦。阿姨，我来帮你找乌龟吧。什么？你要帮我找乌龟？嗯，好啊。要找的话，你就自己去找吧。一句一句，你快看看谁来了！阿姨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乌龟的。你回来了？对啊，大家想我吗？小雀，你回来啦！埃及好玩吗？哦。埃及哦，普普通通啊，那个金字塔还有人面狮身都很美的。嗯，啊，还没有跟你们说，这位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医生，你们叫我医生就好。你不是那么可惜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啊，你们就是那个机车助教上课的时候在那边订饮料的可爱女生们吧？我们在一起吧。好。我的头发这样会不会很奇怪啊？这个刘海，会不会有点卷呢？怡君，你是吴怡君吗？哦，我是啊。你的头发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啊？我想做点改变。做点改变很好啊。可是我还是比较习惯以前你的。这样啊，好吧。小雀，你有没有看到一只乌龟啊？乌龟没有啊。这样啊，跑去哪里了呢？哦，小雀，你又要去旅行了。哦，对啊，这次我要去印度吧，来一趟身心灵休息之旅。嗯，印度哦，是像茱莉亚·罗伯茨那部电影一样吗？没错 ，Good Love and It， 你还没有尝试吗？一句，可是你看他这头发，你长这样啊？哦，挺好看的。啊，不是啦，我跟你说，你猜我今天跟医生去哪里玩？你们去电影院，还是象山，还是都不是？谁知道你们去哪里了？你就直接说吧。我们去锁了爱情锁，我相信一定就是他了。
是烫的，手还不自觉的在发抖。我也不记得第一次见你是什么样子了，不过那笑容我记得很清楚，好像把阳光都收进了小小的酒窝里。阳光洒下来，照在你的脸上，你微微的眯着眼睛，好专心的拿着画笔。那时候啊，我就突然有了一个希望，希望你画里面的人是我。一见钟情吧，我想那就是一见钟情。不过我一直没有勇气说出口，只好把你画进每幅画里面，偷偷的收藏起来。我一直没办法鼓起勇气去接近你，怕一靠近就像泡泡一样，嘣的一声破掉了。只能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想着放学一起和你走路回家，一起牵着手去看星星。我只想远远的看着你，希望你一直都那样的单纯很美好。我喜欢看着你认真想事情的样子，也喜欢你发呆看着天空的样子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你，就像全世界丛林里的老虎都融化成奶油那样喜欢。如果能一直这样看着你就好了。我以为再也遇不到你了。我以为我还有时间。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还能再次相遇，我的梦想竟然会成真。那家店，不凡杂货店，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。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这样看着你了。也许是不凡杂货店给了我新的命运吧，让我遇见了他。他和你很像，总感觉在追着什么。这次我不会再犹豫了，我想要紧紧地抓住你。这次我想试试看，把来不及把握住的都追回来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不对啊，难道是？不可能啊，还是这？也不是啊，到底是什么啊？学长，你看会不会是这个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那些我都看过了，不可能的。学长，你再看一次嘛，这个。哎呀，就跟你说了，不会在那里面的。学长，小乌龟。等你变。抱歉，刚刚看到你太激动了。没关系啦。人体极限理论，你们研究出来了，哎、快了。我还以为你会，它都是学长一个人写的。哦，所以这些都是我写的。好、啊，什么？
不是啦，这些都是学长一个人写的，真的，都是他独自完成的。你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？我吗？拜托你了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学长知道。哦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谢谢你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嘉好助教果然就是那一个最特别的人。竟然可以为了大我牺牲小我，我知道我要在那家杂货店买什么了。我要买奉献，奉献自己，让身边的人都获得快乐。就从帮阿姨找到乌龟开始。小乌龟，喵！小乌龟。所以，我多年来心心念念的愿望终于达成了。不是你做的。人体的极限，这个从来没有人做出来的研究，被你做出来了。不是你做的。除了，那不是你做的。从小到大，我都只有一个愿望，一个，就是要打败那些看不起我的人，做一件没有人想过可以去做，也做不到的事。你买了那样东西，你要打破框架，做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研究，得出前人都认为没有定论的结论。但是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一点成果都没有。每个买完东西的人都得到了，而我还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有成就，我却还窝在这栋破公寓里。你买都买了，总不会不实现吧？所以你没有放弃。不过，要不是有他，你早就放弃了。这是属于我的研究，我的，只能由我来实现。由我来发表，无论是想法还是苦劳，都是你在出，看不过就是在一旁帮衬而已。要是没有他，你也做出来。说谎，你说谎，我说谎，没有他，你根本做不出来。我要的就只是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，活得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啊！你想要的不只是这样。你要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，你要把其他人都踩在脚底下。现在，你已经知道了真相，你要怎么面对世人？你要怎么面对他？